100年前是一家吗？肯定啊，对不对？后面很多人都说我们两个有点像啊，像一家人一样的。像吗？我姓周，他姓杨，我要向你学习。咱俩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又不是说这么见怪。你告诉我这个本钱多少钱，我拿去卖了。想着法的来套路。这个还挺好看的，在外面他们要卖5000多一对呢，5800。这个是18K 金包边的啊，姐妹们。然后的话，底部是可以，就是说网底镶嵌的，镶嵌非常好看，很干净啊。它做的是一个小设计款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上面有一个小顶珠坠下来的那种蓝红，很漂亮，很吸睛。这几位本钱多少钱？给我露两对。我卖5800的，直接给你3500。本钱多少？本钱3500。你觉得我相信你这个本钱3500吗，大姐？你来个露我本钱了，来，你来个十再加一个，对不对？你本钱多少钱？你卖多少钱？最低最低要卖到3500一对呢。哦，这个颜色确实可以，亮啊！就是这一对要小一点，这对可以不要，我就拿这7对，就拿这6对吧。你不是说你要打包吗？你又留给我一对小的了。哇塞，姐妹们，像这个耳钉的话，你可以给你们上身看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像这种夏天佩戴穿旗袍的话，它都是非常 YYDS 的，主要是这一批单边的品质很好，很干净。就算这样子吧，算1600吧，好不好？不然。给个金钱就可以了，给个金钱，哎呀，你连小的都买不到，小的这一对的话就不要了，就拿这6对。你给这个价太低了，这个卖不了，你不要那个，我跟你讲，6对，9600，不得不得不得，可以的啦，最低最低最低要达到2500呢，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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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我就拿钱都拿着走喽。没事，反正给钱就可以了嘛，我给你转钱过去，你们家还有好多，这个卖不得。这些全都是雕刻件，然后这边是18K 金的，有18K 金的吊坠啊，有戒指啊，有耳饰啊。这次的话，我挑了一些耳饰，很好看。来吧，快点啦，给我开个张啦！不得，这个要加钱呐。给我得了，就只有这。要不你挑点银的算了。不要银的，银的话跟18K 金的它是有区别的。来吧，姐妹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批没有封过底、没有垫过色的耳钉啊。上面的话还有那种小绿色的顶珠镶上去的，很漂亮，1000多一对啊。因为这个18K 金也是重金镶嵌的，这个价格可以啊。